中華總商會咧就喺1900年成立，依家有117年。中總為年青一輩創造咗工商界交流嘅平台，為香港同埋國家培養更多嘅棟梁之才。喺教育方面嘅話咧，中總早在喺1990年起咧就透過中總基金開展資助本港大學生嘅各項計劃，包括香港中華總商會獎助學金計劃、香港中華總商會優異大專學生獎等等，為讓年青一代有更多機會實地感受到了解國家人民經濟發展，加強對祖國的認知。咁亦都非常之感激咧，即係中華總商會一路以嚟咧對學生，即係大學生，特別係浸大學生嘅支持，各式各樣嘅支持，譬如實習啊、獎學金啊等等咧，呢啲對我哋學生嚟講咧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我哋希望咧未來呢5年左右咧，每一位本科生嘅同學都會有機會咧到海外有一次比較長時間有意思嘅學習機會，可以係實習，可以係交流，可以係服務，可以係其他方式嘅學習方法。咁我哋嘅使命咧就係、拓展我哋同學嘅環球視野啦，同埋希望佢哋即係有啲叫誠信領袖，因為我哋全人教育咧唔係淨係講揾錢嘅，雖然商學院係主要揾錢，咁但係我哋呢度要揾得即係揾財要有道咁。其實種種我諗你哋啲好多會員支持我哋啦，包括咗KPMG 啦，咁佢都俾咗好啲實習機會我哋嘅。咁我哋其實好希望有多啲嘅實習機會，因為我哋正如阿周副校長講啦，我哋啲同學唔可以淨係喺個課室裏面學嘢嘅。